它像什么饼干呢？饼干。啊，不知道名字哦，看一下。这个是，我们叫它姑姑不想吃的饼干，好不好？姑姑想吃。哦，姑姑想吃，但是她想要先给你们吃的饼干。OK， 这个应该是手工饼干，姐姐你拿起来吃吧。手撕撕的、哦。哎，弟弟你在吃哦。弟弟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快点吃哦，不然到时候我帮你拿起来好不好，姐姐？还是你自己拿？弟弟，你干嘛一直跳？有那么好吃？好吃到底跳舞吗？嗯。听姐姐的评论，姐姐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哦。有点酸酸的，很像柠檬口味。柠檬口味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柠檬手工饼干咯，好不好？谢谢姑姑，你们一起说谢谢姑姑。谢谢姑姑，谢谢姑姑。